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收看轩的实况，我是轩古烈。今天晚一点，大海源与大海源。没错，我们又要回来玩大海源与大海源了。那我们上一集呢，这个大海源陷入了非常沉重的沉睡啊。那个其实是虾给长的诅咒，想要让大海源化为杀人狂，但是明海在这个时候出手相助，没错，他显灵了。虽然我不太确定他到底是死了还是失踪啊，不过他就出现了，然后借助了大海猿力量。大海猿没有化为杀人狂，但是呢，因为十只海的复活的关系，已经开始在侵蚀我们的故乡了，我们的整个海之帝国，所以我们必须阻止这一切。不过，总之我们就是要赶快先去海神城嘛。不过我有点不太确定方向了，这个。你们真的非常挡路。好，不是这里哦，所以没有意外的话，应该是往左走。对，我们其实是可以往右走看看的，不过我觉得应该没办法走。交集，怎么了？对不起，明明是这么重要的事，我却一直没想起来。我说过了，你没有做错什么，别在意。干嘛瞪我啊？没什么。如果这个时候交集是狠狠的把大海猿骂一顿，我相信福卡米可能又会赏他一巴掌。哦，看来这边也没有路，所以看来真的是往右走没错。这个我毕竟路痴属性啊，常常忘记自己前几集都走过哪些路哦，这是没办法的事情哦。哦，对了，我们上一集说这个红色嘴巴的鸟很恐怖，对不对？它确实第一眼看蛮恐怖的哦，看起来可能有四只眼睛，然后嘴巴超大。可是我后来看久了，你知道我发现它长得像什么吗？你不觉得它长得像大嘴鸟吗？大嘴鸟，大嘴鸟，大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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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鸟。看久了就觉得很好笑，因为长得很像大嘴鸟。好，其实我们刚刚也是可以选择逃啦，不过我感觉反正用打碟很快。哦，有一只大嘴鸟，没有被最终兵器 Mega 打死哦，看来这些家伙命也是挺硬的。明明是鱼，却长得很像大嘴鸟，不觉得很好笑吗？虽然鱼跟鸟都是从蛋里面生出来的，等一下，倒是大海猿不知道为什么也是从蛋里面生出来的，明明是海之魔女，却是卵生的，到底是为什么？等一下是挡路大嘴鸟。哦，这个挡路程度不输那个哎，屠杀帝国的兔子哎，小心一点，一旦被十字海拉过去，要回来就困难了。嗯，所以你是提醒我要存档的意思吗？谢谢你哦，交集。谢谢你。好啦，我们继续前进哦。哦，是回复屋，看来前面又有事件啦。我在这种时候也是回复屋。哇，原来他会讲别的台词哦。是因为我刚好耗 MP。 好了，我们看一下前面有什么在等待着我们呢。哦，看来要进到海神城吗？我们从另一边绕过去的吗？哦，这是谁？吊针。我名字叫吊针，可是他也被吊针给勾到头了啊。原来如此啊。什么啊，这家伙是十字海的家伙，小心！原来你是十字海的家伙，我还以为你是被鱼钩攻击重伤，就原来那个本来就一直在你头上了。等啊，真讨厌，真讨厌！哦，这个十只眼睛的鱼，大家都受苦就好了。这死鱼舞。那、啊、你会干嘛？武功应该不会直接带走吧？观察状态。哦，好吧，我觉得他应该是不会打我们了。这家伙只是个经验包而已嘛。哦，大鱿鱼 ，Stella。这两个都是十字海的村民吧，十字海的子民吧。
明白了吗？我刚刚想讲日文，然后怕讲不标准，大乌贼。总之就是要我吃吧，没错，杀掉吃了他们。わかりました。我是不知道乌贼会不会讲日文啊，不过随便。肚子饿了，等等，谁吃谁还不知道呢？我今天的午餐一定会有乌贼的啦。那只鲨鱼已经到了吧？哦，龙宫跟谁？奥鲁斗，这个你又是交集的谁啊？你不要跟我说你是交集他爸啊！真是好久不见啊，龙宫，我很想你哦。哦，鲁斗，喂，果然主人已经死了吧？闭嘴，你这个叛徒！哇，我还以为叛徒是瞎给赏啊！欧鲁斗，这只鲨鱼也是叛徒哦，所以大家会误会交集，我看也不是没有原因的。原来如此啊，看这样子，果然主人已经死了。你闭嘴！你明明是服侍明海大人的，却背叛他。哦，这个家伙也是明海大人的使徒吗？因为一个人能有两个以上的使徒，像大海猿就是，所以是这样吗？我绝对不会原谅 Yusenai。还在说这种话？不管怎么说，就算我没有背叛，那种情况下，大魔导师也已经不行了。你明白什么？谁知道呢？不管怎么说，你们是错误的。不，错的是你们才对。随便你说吧，小丫头。反正你会被我在这里撕成碎片了。我从头到尾只好奇，欧鲁斗跟交集到底是什么关系哦？话说这边的气氛更诡异啦。我们碰到这个触手好像也没事了。对各位看官，不会有你们想象的那种剧情了。对，那边开始还有一些嘴巴出现了。哦，这音乐很不妙耶。这边有五只眼睛的鱼哦。对，他们直接变成路上的小怪。我刚刚还是 BOSS 的，这个大嘴鸟不要挡路好不好？你不要因为你可以跟那个长得很可爱的大嘴鸟长得很像，就觉得会绕过你好不好？我哪天看你不爽，我直接跟你进入战斗，然后把你打爆，大招开下去，直接把你给秒了，而且还真的是变得很严重啊。大家没事吧？我们得赶快救龙宫吧，龙宫看起来是真的有可能会被那个欧鲁斗杀掉，对吧？那个欧鲁斗会不会最后真的跟娇琪说一声 "I am your father"？说不定哦。我真的觉得他就真的跟娇琪，而且他看起来是鲨鱼啊。而且你知道重点是什么吗？明海是大海猿的父亲，娇吉是大海猿的始魔，而欧鲁斗曾经是明海的始魔。那你跟我说，欧鲁斗跟娇吉是父子，感觉真的一点也不意外。福卡米点点点哦，回复要打欧鲁斗了吗？我好像不管，用下去。我们的钱真的是没有在跟你省的，好不好？我们的钱有多少？41万，哼，区区10块钱。没有问题啊，我比较担心什么，你知道吗？用回复不能刷卡，好不好？要前进吗？等等哦，存个档，save，这个一定是在提醒我要存档啊。哦，大乌贼，这家伙是死四海的同伴啊！是啊。乌贼，小心点，大海猿。肚子饿了，开吃。
伊卡，这是乌贼的日文吗？哦，腿很多呢。不过我们有全体技啊。我说那个家伙明明看起来好像很不妙、啊、很可怕的东西，但是他说的话非常的简洁啊，开吃，莫名的让人觉得有点好笑。放心，我们有全体技能，好不好？应该是会打到全部吧。哦，到底有几只啊？对啊，乌贼应该只有六只脚才对。我知道鱿鱼有十只脚，所以它日文原本真的是叫乌贼吗？哎、欸，我们不用打本体吗？还是它是六只脚，两根触须？不对啊，乌贼就是六只脚吧？不知道、欸，我身无死当，不要问我。为什么我们好像在这个游戏面对的敌人都是一开始很凶，然后被我们打爆之后就开始哭的找妈妈之类的？乌贼以飞快的速度向海的那边逃走了。好啊，看起来是没什么好怕的、哦，也有可能是因为我们把等级练到很高的关系啊。我们现在应该要赶快去找那个吧，龙宫吧，龙宫感觉状况很不妙啊，眼睛，大量的眼睛，好可怕、哦！等一下哦，这些眼睛上次看没有动，这次会不会突然动起来啊？打的，哦，密集恐惧症。我可以直接跑吗？密集恐惧症，赶快把它打掉，赶快把它打掉。哎、欸，其实我真的超级不行的、欸，密集恐惧症，眼睛太多了啦。几只眼睛啊？我们可以慢慢数啊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啊。我才数了大概不到三分之一，它就不见了。你知道这代表什么吗？这代表它实在是太弱了。我眼睛还没数完，它就死掉了，好不好？我现在只能用这种方式来寻求乐子的红色的眼睛。不要动，千万别动。红色眼睛。哦，叶子，有七只眼睛的叶子。啊，这是什么鬼东西？长得很像叶子啊。该不会什么三叶虫之类的吧？不知道。反正呢，在大招的面前，你们通通都只是杂鱼。双关哦，杂鱼。有没有很佩服君的双关语能力啊？不客气。你们都只是杂鱼。啊，你们本来就是鱼嘛，对不对？有的时候我真的是佩服我自己的讲笑话能力啊！不客气，不客气，能够让这个实况变得更有趣，是我的荣幸，好不好？哦，我们可以看到海神城了，整个被染红，龙宫就在前面，对吧？再会啦，你们这些可能有三十只眼睛的，有三十只眼睛的这个。蛇哦，还有这个有不知道几只眼睛的三叶虫，再见啊！什么啊？真无聊，就这种程度吗？哼，没有嘴上说的那么厉害嘛！把你的脸画成一片一片的吧。就像你以前对我做过的那样，公主殿下，非常抱歉。死吧，龙宫！不对，不对，你在说什么？哦，这个是虎鲸。哇，虎鲸，你为什么会在这个时候出现在这里？脸可不行吧？应该一下就结果才痛。我还以为他是。
想要吃这只鲨鱼，然后顺便救到龙宫，看来不是啊。啊？谁啊你？嗯？因为伤得太重，可就看不见对方痛苦的表情了。你不觉得吗？你从刚才开始就说什么呢？鲨鱼吵死了，它是虎鲸啊，食物链上它是在鲨鱼的上面啊。诶，鲨鱼？你该不会是在说我吧？还真是好笑啊！果然鲨鱼都是些又蠢又有趣的东西啊！说到底就是鱼罢了，没有办法呢，噗噗。啊，你不要得意忘形啊！是你才对吧。我来告诉你谁才是杂鱼吧。哇，这虎鲸也懂双关啊！哦，啊。两分后，哎，我的泡面还没有煮烂啊，哎，写成杂种的鱼就是杂鱼，这个有好笑到啊！果然欺负鲨鱼很开心啊，非常爽。哎，你都把鲨鱼吃干净了，我的泡面还没有软啊，你这样子不行啊，虎鲸。哎，你居然没有要吃龙宫，所以真的是救了我们呢。啊，你没事吧？欸，没。你到底是？我只是是散步中的虎鲸。你在这个状况下，这个节骨眼都还在外面散步吗？欸，我真的很好奇，疫情爆发的时候，如果你们住的地方疫情爆发，你会不会也会出门散步？你啊，交往的男人要好好选啊。他以为他是交往中的男人，欸，这误会可大了。像那种家暴男最要不得，有没有？在座各位看官，虽然我应该是没什么女性看官，但是如果有，记住这句话，请不要选那种会家暴的男人，好不好？千万不要。不，那个，哦，对了，跟你们讲一下，其实我也是不会家暴的，所以你们可以考虑一下。啊，开玩笑的，龙宫。哇，看来大海猿还算是来晚了一步啊！要不是虎鲸出手相助，说不定龙宫真的会挂掉。龙宫，太好了，你没事吧？大海猿，是那时候的虎鲸啊？这不是小魔女和我欺负过的那只鲨鱼吗？混蛋，你怎么在这里？都说了我在散步啊。说起来，这片海还有能变红色的功能啊，他完全搞不清楚现在什么状况啊！而且大家都杀气重重的。不是的，那个小海，那是谁？啊，要说明起来就长了。我只是在散步中的虎鲸罢了。那个我们知道了啦。哦。又爬起来，没吃干净啊！哎，不要浪费食物啊，虎鲸！乌萨克人啊！好啦好啦，你意外的还挺硬的嘛，要不要我再下手重一点呢？哦，帮我们拖延时间啊！现在你肯定打不赢我们了。是吗？你就是大魔导师的女儿啊！小心一点，大海猿。哦，还是要打欧鲁的哦，放心啦，没问题的，好不好？我倒是想看看你到底有什么本领啊。应该是不会把我们打死吧？他的命应该会比焦急硬。焦急，你们的鲨鱼这个种族是不是在这个游戏里面都是杂鱼一般的存在啊？难道刚刚虎鲸说的没有错吗？这，他刚刚前面威猛的要死，剧情里面搞得好像很秋一样，他一回合就被我们杀死了。What？ 傻眼。而且还流血，被我们打到流血，我们用普控把他打到流血，不可能，还是他的力量被虎鲸削弱了。哦，那就说得通了。可嗽，可哇，红变红消失，
他到底是死掉还是逃跑啊？龙宫，你的伤不要紧吧？大海员，我没事，是这位救了那个章是……哦，他发现了。是的，他把力量借给了我。明海大人，虽然不是很明白，但这样就好了吧？龙宫，好重的伤！大海员，快帮我放回复苏，我快挂了！大海员，不行，快去城那里，顺便帮我放一点回复苏。虎鲸，可以请你把龙空带到安全的地方吗？可以啊，反正我很闲。哇，这个应该只是巧合啊。不过虎鲸愿意帮我们也是挺意外的，因为他感觉只会做自己想做的事啊。大海员。没事的，虽然我不太确定龙宫到底是什么族哦。像我们虽然龙宫是死魔嘛，但是像我们的死魔种族都很清楚哦，海鸥、海豚、章鱼、鲨鱼，但龙宫真的不知道是什么种族，对吧？虾吗？那有点危险，虎鲸应该也会吃虾。我一定会回来的。大家，城就在前面了，走吧。哦。了解。不会让那家伙称心如意的。你说虾给伤了？哦，这里是欧鲁斗，好像不行了呢。什么 sheep？这个直接就是英文啦，这个名字。是吗？真难打，算了，我不要乱讲。真遗憾呢。没关系，公主殿下赢了就能见到了哦。什么意思？哦，要打赢公主殿下是，输了也是吧？是吗？哈，哼，嘿嘿嘿，算了，我来把那些家伙好好的折磨一下。从以前开始，我就对把他夺走的大魔导师很不爽。今天就来释放这些怨恨吧。是吗？拜托了，お願いします。真麻烦，めんどくさいな。那么，公主殿下怎么样了呢？公主殿下，来了。哇，公主殿下跟骸骨姬正面对上欸。而且这次大海云又迟了一步嘛，你们每次都迟一步回大海云。好久不见了，哦，好久不见呐，鱼眠手哦。他的本名，你好像还是不明白呢，连怎么说话都忘记了吗？是吗？哦，他说的不是说话没礼貌，而是他不会开口说话，目前还不会。你是赢不了我的。哇，结果这样子简短的几个剧情又拖了25分钟啊！好吧，没办法，我觉得你看我连 like 抽了，你都忘记讲，我也不太确定哦，到底还有几集才会完结哦。不过我们这一集可能得先在那边做个结束啦。不过呢，我也不太确定到底还会拍多久啦。不过鱼海姬都跟骸骨姬正面对上了，感觉。
顶多两三集吧，如果还要破两个结局的话，好不好？好啦，那我们这集的实况至少先做到这边啦，下一集再继续，好不好？我们就下一集再继续我们的剧情。好啦，那我们今天实况就先做到这边好了。Let's call the episode。如果你喜欢的影片的话，可以在影片的下方按一个喜欢，并且分享。想去看下去的话，可以影片的下方订阅。从现在开始成为看画笔人，点点赞下铃铛。对我们朋友什么意见的话，可以在下方评论区留言。今天是名不最大动力哦，有没有追踪 FB 还有 IG？ 好啦，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啊，拜咪。好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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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啊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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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